众人士服务的对象，主要是以那个假释或者是缓刑复保管束的更生为主。那对对他们的那个自力更生，不论是就业、就养、就医或就学，我们都会尽我们所能的结合社会资源来进行所谓的辅导措施。那我们希望他们在这段保管束的期间，能够从信心上增强，从那个资源上能够多加结合，让他们在整个更生之途能够随时有贵人相助，让他们能够自力更生，让他们能够回归社会。